岁，现身某机场，高挑的身材很是吸睛。当天他散着长长的秀发，不规则中分的头发更显优雅，墨镜遮面低，他潮范而十足，柴色圆框的设计更是十分独特，气场十分强大。上身是一件橘粉色中袖上衣，颜色十分温柔，胸口的卡通图案印花十分有趣，袖口的开叉设计更是秀出白皙的小臂，下半身选择浅蓝色破洞牛仔裤，膝盖两个大大的洞口非常时尚，而且秀出白皙纤长的美腿，真不愧是维密超模，简单的破洞牛仔裤都穿出了不一样的感觉，腿长就是任性。而另一边，张馨予和友人一起现身机场，不过他似乎很沉默，一路都低头走路，很少说话。张馨予头戴白色棒球帽，帽子上还有两个大大的猫耳朵进行装饰，很是减龄，露出满满的少女心。张馨予墨镜遮面很是炫酷，粉红色的圆框眼镜很显脸小，上身穿着一件粉红色卫衣，随性又休闲，袖子的设计十分独特，几层面料折叠起来，立体感十足，层次感满满，后面背着大大的黑色双肩包，手上拿着粉丝送的毛绒玩具十分有爱，下身选择浅蓝色破洞牛仔裤，这条裤子的设计十分大胆，胸大腿根一直破到小腿肚，